什么胭脂味？看来夏雨君是想女人想疯了。以后不许你再干这样的傻事了，啊！这二公子已经是第二次救了我。今天宪兵队的两个狙击手被打死了，不知道是哪个高手干的。找机会，你要提醒二公子注意安全，啊！还疼吗？你干什么去了？哦，我换了地方睡不着，所以去院子里转转。转一转，我想没那么简单吧。如果有个男人睡在你旁边，你应该早就睡着了吧。好啊你，捉弄我，讨厌。好啊你，好啊你，敢捉弄我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不闹了。对了，明天我要先回去一趟，我姐姐那儿有点事儿。嗯，你回去吧，免得你姐姐又埋怨我。睡觉吧。嗯。哎呦，您可别急呀啊！别急坏了身子，哎，赶紧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天脉这一走啊，我这身子骨一下子就不行了。七爷，您听我一句话，千万保重身体要紧啊！哎呀，世道不太平啊，全是事儿。这不，昨天晚上，静安寺路两个宪兵队的狙击手被人杀了。小公，你也当心点儿。送给你的那把枪，我看你还是随身带着吧。哎呦哎呦呦，就这么点事儿，您还特意跑一趟，打个电话来不就行了吗？
电话里怎么好说这种事儿呢？是啊，对了，陆天雄昨天也挨了一枪，现在还躺在惠康医院里呢。受伤了？有危险吗？算是捡了条命吧，没伤着要害。待会儿入殓师要给天脉化妆，我过去看看，顺便也去看看天雄。对了，小公啊，您今儿个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吧？怎么？您要是没什么要紧的事儿，陪我走一趟。说心里话，这个死鬼我还真不敢见他。当然，我一见他我这气儿就喘不上来。千万别着急上火，我陪您去啊，我帮您看着，一定把天脉化得跟活人似的，放心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我的手下打听到一个消息，吉田今儿一大早去了杭州了。哟，他去杭州干什么？看风景啊？他哪是去看风景啊，听说日本人在良渚盗墓，盗出了一套商代的青铜器啊，他就鉴定去了。日本人盗墓那是犯大忌的，青铜器阴气重，那是随便可以动的吗？他们这么折腾，那是要遭报应的。哎，小公，这年月说话可得留点神呐。七爷，无论是哪朝哪代，也不管是国际国内，这挖坟盗墓太不道德了吧。小公，我看你就别再杞人忧天了，咱们国家这么大，历史这么长，地底下埋的宝贝多了去了，日本人喜欢弄几件回去玩玩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他们是有大阴谋的，今天一点明天一点，长此下去，我们国家老祖宗留下这点宝贝全让他们搬到日本去了，这是要断了我们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这条根呐。在静安寺路附近埋伏的四个狙击手，第一天就两个人罹难了。这件事情一定要彻底查下去。嘿，我要看看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能耐，暗中对付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精英。请您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追查。大总阁下，下一步我们怎么办？把那两名狙击手撤回来吧。不，那样静安寺路就会失控，只靠特别行动科的那些暗哨是不行的。我已经请示了军部，要求他们派一名狙击高手来帮助我们应对当前的局面。开什么呢？我觉得你哥俩呀完全不一样，他比你多了份文雅，你比他多了份成熟，要是你们合二为一就好了。这么说在你心里我还缺一半啊？我就随口这么一说。哎呀，我知道你可能不喜欢我这种性格类型，但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改不了。改什么改？有什么好改的？你就是你，要是你改了，说不定我还不喜欢呢。那这么说你还喜欢现在的我？不敢。为什么？命，这就是我的命。命跟感情有什么关系？行了，哎，你的伤口好一点没有？好多了，就差这么点儿，想想也够悬的，就到心脏了。你要快点好起来，你不在我心里不踏实。放心吧，柯蒂没事吧？太多事了，宪兵队的验尸报告出来了，打死宪兵队狙击手的是德国毛瑟步枪。又是毛瑟步枪？哎，那有没有可能跟打死蓝眼的是同一个人呢？应该就是同一个人，这两起事件子弹都是从同一支步枪里面射发出来的。那这步枪的主人是谁呢？他干嘛要这么做？为什么打死蓝眼又打死狙击手？他跟咱们这案件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什么时候能明白呀？什么时候？
这都案发好几天了，现在是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但是现在我们不能打草惊蛇，这样只能增加破案的难度。天雄，你对你弟弟到底怎么看的？